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。怎么说？对啊，我们就是有加入一些心血，感觉想要蹭我们节目的啦。这样谁敢进来啊？来了啊，来了，很多人都来了，好不好？八九妹也回来了。我们节目有八九妹？有，人家看了就知道，好不好？吓到哎！让我们先欢迎八九元老队。我的天哪！他就是想来唱我们节目的人啊！你等一下，石头路，石头路，你穿高跟鞋还要看的，不要穿了啦，不要穿了啦！因为你知道你在他们两个之中变得很突出，你看倪轩，哎，我就是标准异想穿搭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吊带裤。我们经历了很多，住也住完了，住也住完，住哪里？看猫啊，家看猫，真的，你学猫叫了，对啊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。这节目是这样子，有点口袋。没有，我们还有更重的，倪轩都度过了。石原跳了一整个舞啊！真的是我唱的吗？石原，你跳什么？有回放吗？他拉拉队歌都会跳错，林立，他要跳成陈威，陈威护哈。这边元老组已经结束了吧？结束了。我要请一些比较便宜一点的来，比较便宜一点的。被其他团体淘汰，我们团体接受他。思雅吗？对呀，你刚直接认出来，谁又想把你的字遮掉啊？不是，已经过了五年了，我想说我要考验一下你认不认得出来。而且真的很烂，真的超鸡嘴啊！没有，因为我刚在这面啊，你的字在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很快，真的，是吗？为什么？你是新人啊？你是新人，你是老人，你是新人，你新人认证，你挖过大便，我知道。还有刚退团的小皮，他是毕业，他是毕业，还有一位叫陈一，回归乐天，回归乐天，怎么这么没活力？哎，这些都是女团退团的，退团对啊。像我们今天来到哪里，好不好？这里真的是去年2022年才刚开幕，对，叫什么来？光和二八。这里很漂亮，它就是纯白的一个建筑，对，然后位于宜兰五街，是的，五街乡这边。我跟你们说，因为五周年这么大的企划，我们真的是砸了一堆钱在上面。今天除了就是有包栋民宿，而且全新的之外，里面还有管家哦，还有游泳池，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私厨。私厨就算了，我们今天竟然有管弦乐要来上。的期待的部分，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五周年，就是老屁股跟新血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碰撞，还有火花，好不好？是的，现在这样子，我们就前进五周年 ，Go！刚得知这个单元就是我们两个要坐在这边。然后他们六个人呢，要在外面煮饭、煮料理。哎，在这边等待很煎熬，哎，怎么会被他们呢？我傻眼哎！而且你会煮的人，你坐在这边干嘛？就是因为我今天是什么什么？就是你是老前辈，资深，我今天是资深前辈，我很难得主持坐在这边，你知道纳凉哎，纳凉。你以为现在纳凉很开心？想想外面的六个人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试试他们做的料理，就是痛苦的开始了。不是，你叫拉拉队员去煮饭要干嘛？这个单元就不要做。等等，我觉得应该还好，因为毕竟里面还是有一个人拿东西餐执照。拿了又怎样？很多有汽车驾照，车也开不好。哎，你说的好正确，对不对？真的呢。他有证照又怎样？哎，那你觉得这两队谁会煮的比较 OK 一点？我觉得还是有中西餐执照。我想要剥虾，因为虾应该蛮简单，就是这样直接剥掉就好了。你干嘛挑最简单的？因为我真的不会做菜啊。你知道我刚想了一下，其实我觉得最后一个人是最无关紧要的。
真的、哦，因为全放下去，全丢下去。啊，不然你切好不好？我切，我可以切。好，对，你要怪我是全部都要哦。好，可以。然后你切碎完，然后我就剥虾。还要打蛋哦，还、欸、要打蛋。如果不用把打下去就好了。没有蛋炒饭，拉拉呀。对，要没有事先做蛋吗？是放过去，然后再搭上去，然后打拉就不就是蛋炒饭了吗？是吧？是吗？对啊，没有煮过蛋，所以确定给他最后一半。不是你先饭，他会吃到蛋。你是先放饭，然后再把蛋打下去，然后再搅一搅，就是蛋炒饭了。是吗？是吧？哎、欸，我刚刚其实在旁边偷听了一下，怎样？你妹当第三棒。等一下，你不是有什么症状吗？对，他会，很会。但是炒饭哦、喔，炒饭的，我没有很会炒饭，你会炒饭哦、喔。可是对手是我妹，你应该不会输吧？不然那我第三棒，你第三棒，反正他、欸、但我不会剥虾。天哪、啊，你都是男生帮你剥。对啊，没有了，我不能吃虾、啊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剥过。我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虾头要留着吗？要，因为好像好差，好烫，切一下。顺利，你是废棒吗？你不要干扰我好不好？三十秒，一百秒真的太短了，太短了，一百秒太快了啦！其实用播的比较快，你不用播的，用播的，我用播了，三十秒，哇，这么快！你有没有一只虾都没播到啊？不会啦，好难播这个皮。小弟很厉害，小弟很会切啊！辣椒，辣椒，辣椒，小弟，辣椒！哎呦，辣椒，辣椒，来了，来了！我要哇！没，我家剥虾有放料，为什么抢我工作啊？先切葱啦，至少有切到东西啊！哎，葱，哎，葱要切完吗？你在跟我讲话吗？一百秒，全都来了！我们家是有火炉，有五颗，有。哎，火要怎么开？火要怎么开？用嘴巴开啊！开，它是那个声控式的。哎，它是会剥虾，它超会剥的。它在干嘛？旁边那好奇怪哦。啊！我隔壁那个家酒妹在穿拖鞋切菜。我第一时间下虾子，它都很难熟了，它们一定熟不了。火是不是很小啊？哎，火超小的啦，怎么办？这个，葱有切吗？哎，林蛋，你的这个刀工哦，你会夹不出去。哎，明轩，火很小，你要赶快煮虾子。哎，火真的超小的，怎么办啊？用爱发电，快点！煎虾子，虾子熟了吗？还没，快了。三十秒。火太小了啦！哎，我们交给倪轩。完蛋，他说火很小啊，这是可以捞出来的吗？我的中厨老师要哭了。胡椒，他真的是不是吗？蛋跟饭合在一起了，怎么办？丢了，都丢了。不要用饭，不要饭，太多了。哎，没有蒜头啊，不是说蒜头吗？有，我有切蒜头。我这个真的没有，饭不用太多，这样比较快熟。你觉得这个虾子不会熟啦？真的啦，不行啦，这个吃了会食物中毒呢。来不及了，
想要摆盘一下。你先有一些莫名的坚持。他们不知道在干嘛。吵架还是什么的声音，不知道在干嘛。烧焦的味道啊！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，吃饭了吃饭。吃饭？不可能吧！烧焦的味道配吃饭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我自己好心虚哦。我觉得我看起来蛮好吃，你的看起来很好吃，但也不确定有没有熟。背对着在干嘛？不得不说，在准备好料给你们吃啊！哎，你们看到一定会吓到。飘飘的在干嘛？好料好孝敬你们。你去上厨艺学校，最重要的应该是桌面要干净吧？是不是？时间来不及。老师有讲说，我没上，我都知道要到卫生间。100秒，你知道多快吗？时钟转一圈，就秒针转一圈就到了。对啊。你算数不好。一圈半，要转一圈半就到了。再加十秒。哦，他要再加十秒。好严格。对哦。这个。虾子，而且那个虾头跑那么远，对啊，这边至少乱在这一区，乱中有序。李毅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是拿过厨师执照的，这个一看就没有熟，这个有点透明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不用厨师执照就看得出来，好恶心。透明哎，那你们看这个，它其实也没熟吧？看这盘一定是其实在中间该。看起来好像比较好一点，而且我不能吃下，我会过敏。哦，可以啊，你过敏，真的他会过敏。你 YouTuber 都要吃海鲜的，没有。我平常煮饭真的很好吃的。哎，你这样子吃到洋葱哎。哎，好变，好变。你饿了是不是？你好吃真的好吃。你洋葱太湿太咸，没有蛋香，没有蛋香，你白描不蛋香啊！好了，下一个好吃的是洋葱，哎呀，他切了，很棒！洋葱边哭哎，边哭边切，他的泪在里面。那这个哎，你是不是更不想？这更湿吧？哎，这看起来好堪忧哦。哎，我刚蛋炒饭真的不能太湿啦，多一点嘛。可是我肠胃真的很不好，多一点嘛。可以啦，你什么好？是有熟的身材。可以吧？你看，这好吃的，好好吃的脸，给我吞下去！有什么？这个不是蛋炒饭的味道，好可怕！感动，我不要什么？不要吃，不要！什么？但比较有味道，没有，没有虾味，没有蛋味，没有葱味，没有洋葱味，什么东西？辣的，超辣的，对，真的很辣，所以。好难吃哦！我还怕炸化，我还怕炒化。我觉得酱料应该是10元加的耶，因为只给它全部加下去，就感觉就是完全没有想太多事情。这么炒的，好的，我想到最后一个，只要把全部东西丢下去就好了。你们还是要打个分数一下，10分是满分好了，10分是满分，我怕太难看，10分满分。我们需要讨论一下。食物什么美味程度、摆盘什么那种的都没有这样子，现在2.5。我们有从一些，比如说美味度、摆盘，然后整洁，还有厨师的外表也6分。评分标准，还有厨师的绯闻有6分。啊，我说，我们要鞋子要不要评分？可以穿拖鞋煮料理吗？哎，不行。这边呢，这里，因为至少他们有摆盘，有摆盘，对。然后虽然桌面脏了一点，但调味的部分至少那个洋葱，你知道，比较好，倒一点洋葱。满分10分的话，我们给他的是2.2分。太棒了！哎，刚刚不讲2.5分，他还有漏奶加0.3。2.5分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！放奖品，2.2分。这一边呢，最终呢，给了。整洁的分数0.5分，没有整洁的分数 ，only 整洁，然后再加0.5分，凑1分可以吗？不行，就是整洁包括有熟，0.5，长相可以加0.5吗？长相啊，长相可以加0.3，可以哦，可以。哎，那既然你们都觉得自己的好吃，那你们三个就吃啊吃啊吃啊，大厨，哎，不要浪费，三个大厨吃。
哎，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不错啊，就除了没手，我真的觉得不错。嗯，对，你刚刚很厉害，是你知道说要虾头先那个用进去就会有一个虾子的鲜味，嗯，更入味了，精华。好，我觉得可以拿到八分，我也觉得8.5，8.5。哎，我们下次有熟啦，有熟啦。我自己给5分好了，那我给6.5，因为我不太吃辣。我可以3分。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如果买到这个，我会生气的。你会生气哦？对，我会打一颗星。不，啊，来2颗星的来。哦，好，好，他们的，他们没那么辣。没有，我还是喜欢我的。你讲认真。我讲认真，我喜欢他们的。我还是喜欢我的。我还是喜欢我的。想要建制造一个反差，我们刚刚吃了难吃的东西，谁尊重吧，来我尊重一下推官推啤酒的奖励呢？来看一下有什么南洋腊肉、腊肉、鱼子酱干贝、腊肉、油封鸭腿，而且这些不是我们做，谁还是请一个很知名的私厨来做。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重本，除了各位的通告费。今天是个人赛啊，个人赛，自己晚餐，自己拼。几次机会啊？几次机会？一次，两次，两次吧。今天会有新手运，我想吃干贝，鱼子酱干贝，想吃干贝了。六，哇，六，哇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我以为小迪是会到不了现在，对，会很轻，就是很仙女想啊，然后就吃去。没有，前一天我太多了，前一天可以，前一天轻一点，轻一点。会不会是第一个饿肚子的人？只会上错通道。你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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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太用力。拜拜拜拜，我以为今天大家都会过哎。拜拜，这里只有10元没东西吃哦。耶，再带一次吗？只有蛋炒饭，你可以玩，我们把那些都换成蛋炒饭。对，一也是，你也比我早不上吗？一有没有吧？一是菜鸟，我是菜鸟。那我们交换，一跟那吃什么？哎。你去换泳装在这边可以，他们这样看，别泼泼水，可以吗？去找一件衣服，像8+9的，哪样？健康，直接交换衣服了。
期待、啊。都准备好了耶。私厨料理是为谁服务？哇！哇！多的可以给分我一道啊！不会有多的，我连盘子都会舔干净。Sorry， 不要吃太多，好吧？所以这一道是干贝。对，它是一个日本的生食干贝，然后我们下面搭配的是一个百香果的牛醋，然后上面的鱼子酱，它是来自意大利的鱼子酱。哇！来，让你们闻一下。它其实是一个腊肉的部分。哦，对，我们现在把它做成一个像米饼的部分。哦，有像锅巴吧？对。哎，那可以帮我把这个变成那样吗 ？Sorry， 行动啊，行动，行动。这样。好野啊，有钱的鸭吗？问一下私厨的话，就是一个套餐大概多少钱？1200-1500左右。哇！算平价，对啊，算平价。但是因为料用的很好。嗯。嗯，是你今天如果预算比较多，我们可以帮你要做特制的。有没有？我们预算很对，我们预算很多的。我有一个事情，就是大家每次都讲说我们评分有没有可能就是不客观？师傅来。你吃吃看那个蛋炒饭，你几颗？哎哎，吞下去，吞下去，吞下去！这个刚刚已经补救过一次了，补救过了。师傅，不要来这边，师傅。或是你不管是不是有要来宜兰，你都可以预约这个私厨，好不好？他们所有都可以帮你客制化。你们也有到府服务吗？有到府，所以不限定是在宜兰吗？不限定在宜兰，有厨房，全台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够深都有。吃了，可以开吃了，吃了，吃了，大口吃，不要客气哦。哎，你不可以小于师傅的那一口哎，师傅挖那么大。油封鸭腿成衣怎么样？我觉得它就是把它整个那个油脂都封起来，然后外面的它的那个皮超级酥脆，然后里面的肉是非常软嫩的，两个字，销魂。销魂鸭腿，销魂。哎，这酱是什么酱？它点柑橘酸酸的这种味道，这个腊肉呢，就是它那个锅巴的那个脆度很刚好，对，因为有些锅巴会卡在牙齿，对，咬下去之后卡牙缝，会粘住。哎，你们看，吃完了，一颗椰子酱都没有剩，它全部吃光哎，没有，只要舔光。小迪怎么样？讲一下。我觉得它这是粒粒分明的，然后我本来以为它会很干，但是它旁边有这个汁，对，有酱可以沾，我就觉得哦，还蛮刚好的，哦，也不会很咸。吃一口，不行吧？没办法了吧？我这样还测出差别啊？哪需要？不需要啦，不需要啦。比较，差不多。他们还有一点空虚。
想要再多吃一点。好，来，太棒！哎，你要等我，还没吃完呢。他要换，他换。可以先换我，可以先换我。好，师傅。我也可以换下一道了。跟你交换。师傅，不要玩师傅。哦。你看这个油封鸭腿里面那个鸭腿的颜色，一切开来就是那个粉粉的。光机，我先预测，我想看的大概就是巫理学和你学。